啊，浸好了，咱个下皮，下皮再吃，啊，下皮吃起来真脆脆的。这不需要用剪刀剪吗？可以六分熟的时候给我一些吗？我要来做司机。是的，可以吃的香料，自制的染料，是哦，好啊。这是防腐的。OK 啊，你要说再跟我讲。你要我这个？对啊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才是很好啊。请问这个不需要用剪刀剪吗？不用，因为这地头都存在着。哦。对。香、哦。有没有看到？有、哦、有。对，很棒哦。他们现在 DIY 自己摘摘看啊、哦。很棒。就用手转下来就好了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你有看到这小花曼泽兰无？开始要攻击我这一棵有没有？攻击我这一棵树了。好，大家都不管你的小花曼泽兰，赶快摘了。小花曼泽兰要缠我这一棵树了。啊，对，有没有？它开始在爬了，对不对？开始在爬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是。它开始要把我这个树头给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要找它的头，要把它给砍掉了。哈、哦、哈这看起来像地瓜叶呢。对，我地瓜叶在那边，我今天要采地瓜叶、啊、要让你们吃。哦，这样吗？我今天准备了很丰盛、很丰盛的中餐。哦、啊。有没有？你看。嗯。有没有？啊，它的头在这里。嗯。能看到。看到，有没有？你看，那个是、哦、反正就沿着一直往土壤里面拉，就会找到它的头。你看，嘉敏哥想，这里的地瓜叶也长，也种在这个果树底下，充分，那就野草就少了嘛，对吗？它的头，你看那么多。哦。你看，它源源不绝的，你看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啊。它缠绕了你的树，你看。这棵树让它惨死掉，那还得了、嗯？这棵树我种了四年了。哦，四年就长这么多的柿子了？不是，这棵是那个纽西兰茂谷。纽西兰有茂谷啊？有，它是纽西兰的。哦，茂谷干吗？你是说茂谷干吗？我觉得我身上应该多带一个袋子啊。没关系，比较方便这样。你们想要的话，可以待会带一点回去啊。那个那么高的要怎么？就跟李大哥要买的。我只是觉得这样摘了比较方便。直接用丢的。那种 DIY 的感觉不是很高兴吗？对不对？来到乡下哈，就是要有让你们有现摘什么东西哈，才是舒服、高兴。那只是那个那么高要怎么采？那个，哎，通常来讲有没有？通常都用锯掉的。锯掉，因为它的生殖力很强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小花曼泽兰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已经好可怕，小花曼泽兰比那个没有番薯叶嗨生命力还要强。哦，现在是每一个都可以摘了吗？还是要选择？都可以摘。不是说只摘黄的吗？没有，全部都黄了。对，它金黄色的都可以摘的。我想说，你上次跟我老公讲说，地瓜叶没关系，扯到了。嗯，地瓜叶哦，在我们李家什么都是。这个不是，这叫小花曼泽兰。这是老一辈的，要找到它，找到那个头。那像这个头很粗啊！你看，哦，又跑到过去了，你看跑到隔壁了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现在拔河，你看，这是哈、哦、杀不死的一个虫螨了。你看这里还有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怎么样？所以说被它吹，被它给吹到的话，你看，那还得了？给它吊死。然后它办什么活动？吊树。跟就对了。吊的我也要来。猫死了，把它吊树头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这个是干的。好，没有，我只是扶一下，照一下，我们已经照了多少？好了，我不照了，我也要来摘果子了。对，摘一下水果。